可是冬季的亚伯亚湾，有着南非最大的企鹅部落哦。他们一点都不怕这冬季的冰雪呀。冬季对企鹅超重要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企鹅们生宝宝的黄金季节哦。看，那对超有爱的企鹅夫妇，他们在守护自己的小巢呢。这些企鹅父母真的超卖力地呵护着他们的小宝贝们。企鹅每年只会生1到2颗蛋，然后靠着冬季来照顾宝宝。